꽃비아가 买，一只咖啡掉呢。啊，继续啦，传统界把它，我们把它列来这一集好了。无迄真正敢若到一个中度呢，我真伤废啊，袂使。哦，这个我那个有保养过呢。然后这个中间的部分哦，即下咱嘛是改抹一下，互伊伫内底安尼。顶头啊，这嘛莫抹伤济，抹伤济伊会走迄个气啊内底。迄个皮大呀，好，好，哎，这个足简单嘞，你就把它压进去，然后装这样子，好，安尼得了。好，干落它就是会这样跑，然后剩余的这个我们把它擦拭干净。而且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们这个哦传动盖就不洗了啦。而且我内底有哦，这足侪内底买啊，进前迄警察组拢捌搞的。这个以后我们再把它拉出来，捌几啊支，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先暂时先这样不理它，咱先给它倒好，真歹哦，这所在，好，不要紧，不理也歹，只剩下四颗呀，四粒。先固定好，这进站这个所在哦，这所在去库管哦，我收到干嘛？这里啊，无讲盖拉手，好都锁上，好，瞬间我们都锁紧之后，收一二，三四而已，因为其他的八嘎八嘎，然后螺丝不见的时候不见，啊这边我就稍微把它美容干净，后来。瞬间哦，这样弄好之后，拜。来，先看一下同学，你看这边哦，我这么给打了哦，伊这夹袂着呢，伊这拆穿，唔知到底倒去动着啊？对啊，敢若袂属于弄着螺丝帽呢？奇怪啦，拆掉吧。这到底是堵了什么怪事？我们直接拿掉，哦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啊，我知影，螺丝帽的关系，这个要改报的。那我知道，这粒进站我会去，这粒是爱收底才对，爱这收底，这一颗螺丝帽收，我会去进站是底的，这一颗才对，对啊。问题找到了，这个收补较对了，哦，这个把它打掉吧，还好，无什么怪问题。然后这颗薄的，靠腰这凹链的呢，我劈啊，来这一颗是后面的才对哦，所以我们这个。我们把它打掉，顺便打掉好了，换掉，因为这条被绑了。我这有被绑，我上次我跟老板讲，他寄给我的，我紧搁好去，所以头前迄螺丝要爱用较薄的，但我迄条螺丝唔知道到底啥一对。好，来，最后我们发现关键在这边。我当初啊拆起来的时候，我嘛唔知影那叫我怎来去贴这个较悬的物件。这个不晓得原本是装在哪边，不知道，因为这边我看螺丝本身嘛是长的啊。我们把它拿下来，你看它现在是不是牙有吃进去？哦，有吃进去的时候你就放进去，啊，你这个门头啊，你这么头的时候，这个伤长啊，它就咬不到了啊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先这样子下去了，所以这当初啊拖伤久起来。有这些特好势，要咳一声哦。没有咳一声的时候，弄下去就毁了哦。好，打紧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这个大概把它转动哦，拉一下，让它稍微皮带背起，安尼就好了。
够奇怪啦，传动盖盖上，这样它就会咬住啦。哎，无，这阵嘛搁啊杀起来，比对恁看一下，来追根究底，夹着啊，来特写，导播放大，这里白狼穴皮好看的所在，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很完美，整个都吞进去了？来，瞬间哦，装上去，这盖有今天被一笔一捅。太讨厌到家，螺丝全上，瞬间锁紧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咬合，安尼唔只对，有无？会夹安尼唔只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好夹在，我拄只，哦，装好先，我有去把它压下去，好。哦，这一集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啥，值得同学们观看，很小的一个失误，因为。在拆的时候，过程太久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我当初不知道贴对，也不知道贴电盘，贴对也不知道，因为电盘那边也在说一个宝宝，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电盘那边，但是电盘还是锁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大王卡西亚在哪里买？影片网址点进去，输入折扣码，东西非常多，只有赞而已，教学影片在这边，下单我一支纸牌龙血，谢谢。